今天这个一个多小时，大家应该可以领略到什么叫做纵观古今，然后纵横全球的一个视野。尤其是我刚刚结束的这个新冠疫情之后，再听到他们讲，你知道，原来信仰民俗不是距离我们那么遥远，不是过去的事，迷信的事。那我想非常谢谢老师。花这么多精神跟资料，跟我们详细的说明。那我想我们就先休息10分钟，在50分的时候回到位置，开始我们的青年论坛。我们再次以最热烈掌声欢送李老师。什么东西？